同学，幺零八同学，我们今天要来拍煮东西的影片加吃播，就是这些。哦，金针菇、格雷菜，还有两个 cheese。这是什么？猪肉，还有泡菜，一只只，还有两盒年糕，韩国辣酱，跟小热狗，巧克力牛奶，跟绿茶，还有这个我们的泡面，泡咪。有一个是干的炸酱面，一个是干的。不算不算，要爸爸妈妈同意才行哦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去厨房弄吧。OK。好，我们现在来介绍这个食物，我们煮好了，就是炒年糕区，里面有什么？小热狗、年糕。还有金针菇、高丽菜跟肉片，很香哦。还有很多起司。好，然后再介绍这个面，这是泡面，它有点吸饱水，因为有点放太久。我们是最先处理的，但还是很香。再是这个泡菜，现成的。对，这个是韩式的炸酱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吃喽，品尝。哎，木牙先的，有请我同学境外试喝，好，开始喝。好 ，OK。冰欸。